想拥有与众不同的美丽庭院吗？快来让我们粉饰一下我们的家园吧。首先，我们来选择您所要更换的庭院物件。让我们来试试换个太阳伞吧。左键点击之后，选中的物件就会变为绿色的可编辑状态哦。继续左键单击编辑界面上的替换物件，就可以进行替换了。简单吧？除了庭院外摆放的物件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对别墅的外观进行编辑。选中别墅，单击别墅涂料就可以直接更换别墅外观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编辑完成后，千万不要忘记保存配置哦，这样才不会让自己的辛苦付之东流哦。